妈妈就是我们家里的观音菩萨来的，不怕不怕，有观音菩萨在，观音菩萨会保佑我，我不会跌倒，我不会烫到手。我家附近就有一个观音亭，我妈妈的信仰就是一定要去观音亭那边去拜拜啊。那妈妈呢时常都有带我去那边，我喜欢去那个地方，妈妈喜欢膜拜，我喜欢看墙壁上的一些图画，因为自己从小就爱画画哦。那后来呢，妈妈患上了眼疾青光眼，然后妈妈患青光眼的过后呢，她几乎完全视线都看不到，模糊都完全看不到，所以我们有时做子女的就很担心她的安危啊。那很注意他啊的一举一动，尤其他有时要喝热水的时候啊，温水的时候必须要自己用冷水加热水啊，那时候很蛮危险的啊，怕他烫到啊。那每次妈妈都讲了一句话，她说不怕不怕，有观音菩萨在，观音菩萨会保佑我，我不会跌倒，我不会烫到手。所以从小我们就被有这样的一个妈妈爱观音的一个观念，就是想想妈妈就是我们家里的观音菩萨来的。我最喜欢里面的一句话应该是千处祈求千处应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那如果我们能够像观世音那样的精神的话，只要哪里找到我们去帮忙，我们就不顾一切啊，去做。可以伸出援手的话，一定要做，去帮忙人家啊，做那个渡人舟啊。那如果人人能够做到这样啊，我看世界是美好的。